太上皇旨意，宣吴道子即日进宫，挂贵妃像，寻其人者，封官加爵，赏银千两。吴道子，请赏。 出来吃酒，却如此的疯癫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嗯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你怎么会如此的薄情寡义？嗯。啊，我们家掌柜的喜欢结交文人雅士，所以定下规矩，往来客人。 凡能舞文弄墨者，食宿皆免，只需为小客栈留下大座。
一小人看来，公子气度非凡，必精通笔墨。公子请。有劳姑娘。娘托，这是我家掌柜的。小女红绛，在下唐安州。魏公子被监上房。这可是湖州丝绸啊，是西域商人抢手的好货，也是皇家贡品。这是小人动用的关系，才收到了一些。等衣服做成了，掌柜的穿上，一定得给掌柜的好好画上一幅。你们家掌柜的如此的爱文人雅士，是否这百里钱庄会笔墨者都在你们小客栈留过跑啊？何止啊，洛阳长安这些地方的文人杨拓也都见过。如此说来，这秦蜀两地凡是粗通笔墨者，你们家掌柜都有一面之缘。青阳镇是秦蜀必经之地，安贼造反，往来逃难的文人墨客不少，一说留墨宝不留银子，他都愿意。掌柜的与那些文人骚客都有些交情，我也都经见过。万岁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又是你这癫子，闲来无事来扰我家清静。找找也好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天天舞文弄墨的，浑身上下不自在。这是五墨斯文呐！